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，好的，来我们的棕色尘埃尔，好，来吧。好，今天是7月21日，礼拜天，我们来看一下恶魔城吧。恶魔城是这样啦，我这边还没有解开啊。好，这个有一个完成铁面具的所有主线任务时可解除啊。所以有网友一直说我什么积分没开啊什么的，大概是这个原因吧。那因为这个界面有换了，以前进来之后不是这样，就改版前不是这样，改版前就只有四个塔嘛，没有这个东西耶。哦，你要23天嘛，我们赛季这边是剩10天了，反正我就还没有解开，大概是这样吧。我今天干了什么事？今天就日常而已啦。然后这个要抓住这个啊、哦，要抓一下，每天要完成一下这个闪耀的葛洛提。新手通行证的话，它有好几个阶段啦，我现在还在第一阶段，因为这边要找三个物品嘛，要再去找一下。所以待会我们玩那个主线故事的时候来找找看，大概是这样吧。然后活动卡带当然不能买啊。OK OK OK， 那我今天自己把那个故事的难度卡带三难度二打过了，这边就一直刷刷刷刷刷刷啊，这个我是刷难度三哦。解开难度三，有空再打吧。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玩这个什么什么天使的啦，什么愤怒的天使啊，就是那个苍蓝魔女的姐姐啊，叫做泰瑞斯，破坏的天使。大概你这个关过完之后就可以。就应该是可以招募他吧，我在想，因为我们这游戏主线过完都可以获得一个主角嘛，主角的角色啊，毒比较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PC 版第一次都比较慢，可能是因为我吸槽是那种传统硬碟吧，不是那一种固态硬碟，就比较慢。等一下啊，他已经转圈圈了。好，昨天就玩到这边吧。要避开中鲁斯并前进。他们有钱办一些线下活动，对不对？完成这个任务，怎么没有钱自己做一个 PC 版啊？哦，又 loading 了，你看，奇怪。危なかったぜ。ここまで来たら。因为我看那个脸书啊，他们公告都去台北地下街办一些线下活动，欸，那个都要花钱，要烧钱。那干嘛不自己用一个PC 版的一个安装程式？不要用 Google 了， Google 就好烂。好，这个泰瑞斯姐姐，非常的乳白色啊。Cocutos， 刚刚那个闪耀的那个给我跑掉了，那要抓他们。抓他们的话，完成任务，我应该算完成了吧？我来看一下。哦，不是这个啦，这个是运动会游戏。通行证应该完成的。好，完成了吗？哎，没抓到，靠，我刚没抓到，真是的，没抓到，找一下好了，我们来找一下。好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应该是他啦。这也是挺麻烦的，
才1万金币而已。因为你要练等级嘛，积少成多。诶，我的抽抽乐券应该没什么成长吧？133啊，因为好像最近没什么福利的，新手福利都差不多了，没啥福利，133抽不到啊，抽不到。我这非洲人应该抽不到。好，go go go。砍路一下。哎呦，小孩子的尖叫声！我靠，暴力啊，这女的！这我们这个 party 里面有两个暴力狂，一男一女。哦，不对，有三个，因为小孩子的尖叫声。哦，这控制器又要解谜了，但是这个游戏的解谜很随便，随便拉啊。哎，跑出来了！我也是觉得随便拉就好了。哎，随便拉都拉对了。哦，它刚好有一个图案啦，这个图案跟它一样，跟这个图案一样，有没有？我随便拉的就拉对了。我们这个卡戴西目前玩到大概一半进度而已，就是如果你要一直跳的话，很快啦。那如果你是想要看剧情像我这样的话，可能要玩一个小时吧。跳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吧，我在想。那就体验游戏嘛，就慢慢看剧情。使徒来了，使徒来了。使徒候補が見ず。子供たちを話しなさい。人体试验，小孩体，小孩子试验。よかろ。よかろ。かしこまり。又跑了，留下一个要被我们干掉的 BOSS。確か。そうな。油断してはなりません。人の子必ず倒さない。好，我现在的阵是比较烂的阵，因为我就一个 buff 而已。然后那个弓箭手很烂，很烂的原因是他武器很烂。你要有 UR 的武器才会变强。我现在有 UR 武器的就是这个枪兵嘛，还有主角这个天使啊。那个地下街有 cosplay，找那个 cosplay 去 coser。找 coser 去 coser 这个天使这一只，还有那个苍蓝魔女吧。我刚好看那个照片，哎，找那个 coser 来又要花多少钱？应该说办那个活动要花几十万，可能跑不了吧？不知道要几万块啊？可惜我要去台北的话，我们这边坐电联车过去也要四五十分钟吧，懒得过去。台北地下街、扭蛋街，最近那个高雄也在模仿台北地下街，因为高雄有捷运嘛，他们有地下街，也是要办活动啊，办一些一番赏街啊。然后最扯的是高雄那个平日。不开冷气呀，热爆！人家说厕所还比较凉，有点搞笑啊！不开冷气热死，在车站里面不开冷气，那不就热死？哎，我们战斗胜利了！哇，真的没感觉就胜利了。安娜塔西亚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。你如果不想听剧情，就看大纲也可以。就那个小女孩吧，是我们救到了一个小女孩。
这边我上一期应该都有找过东西，这个梯子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要找30个东西，目前没找到。我不知道找过之后，你改变难易度之后还找得到吗？就是那个关卡的难度啊，会不会有重置，还是说有新的东西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去找小孩子。哎，这个之前都找过了，最近没东西了，应该都没东西了。所以我才说找东西好烦哦。走吧。哎，听说这个海盗也蛮强的哎。我们来用一下好不好？马上用。因为它是五星角，所以技能应该不错。我们来升级一下。我觉得40几跟60几没啥差。在这个游戏没什么差别，战力只差一点点而已，所以三星也没差。我今天没有刷史莱姆。好，战力2000多嘛，然后因为可以强化一下。啊，这个就要支援，我没有。这是他的技能 ，SP 三个我也不够啊，因为我就缺二了，好像就这样而已。装备的话，自动穿戴，因为那个我有一些替换下来的装备的啦，盔甲跟项链，还有手套。我这只现在用这一只已经可以做 SR 了，最好能做到传说啊！传说是三星，高级是一星。手套吧，好，这普通的手套，烂东西，加紧用一下。项链是不是？懒得合成的啦，顶级的应该是二星吧，高级、顶级，然后传说吧。更换一下我们这个，把这个取消掉，确认一下。站位的话 ，OK， 站这里好了。因为我这只没什么输出啊，全部都用物理的物理攻击，然后装备换一下。你看我说到一些传说的有没有？哎，这边有头盔，哦，已经有了。哎，我刚不是有做项链吗？有，还有手套。项链是顶级的啊。这游戏就是这样，想办法弄到 UE 吧。那你可以这个直接刷一下，这个会强化这个，然后就会停止。这很快啦，主要是我这个 PC 版顺多了。我之前用那个模拟器有过卡的，不知道在卡什么，失败了。哎呦，成功一点点嘛，加爬树呢。你看这个，他们加的不太一样，像致命力、生命，哎，都一样。魔法力、攻击力、生命。这不太一样吧，每个人那个磁条不太一样，基本的应该是一样，这个磁条就是你刷的不太一样。
就主线玩完要跑来强化一下。369。这还要看磁条。这个啊，你要去看这个强化等级这个。好，这样战力3500，4400，6000多，4900，5000多，这个很低，战力比较低，原因就是武器太烂了吧？这武器好坏真的差很多。好 ，Go Go Go！ 我先存档一下好了。把这个盖掉，那个弓箭手感觉烂烂的，毕竟没升星嘛，不像我们这个都练满了，都加五了，不是升星啊，都加五。三星角很容易加五啊。OK， 他跑去找安娜塔西亚。我们要去调查小镇东边森林附近。Go Go Go！ 现在已经4点啦，待会还要录别的游戏。早上是要出一款《仙剑奇侠传》那个之前玩过陆服版本。哦，有一个下水道，每次小镇都会有一些下水道。一些地下的东西。好，跳一下，我们就冲过去吧。大概再玩个5分钟。抓你，我要撞我。它有分颜不同颜色。被 Cookie 引诱了，糖果屋，糖果屋。Boom Boom OK。呀！有没有？你只要练这一只，抽这一只，就可 OK 了。而且我还只有加一而已。因为我去抽那个铁面具，如果我把那个神圣的那一只优斯提亚给抽到加五的话，应该会超猛的。啊，找到犯人了 ！Boom Boom Boom！ 呀！这个十字的话，只有打到一只而已。那这个打一只，1000多，打不死，好烂。这也是装备问题啊，不是角色问题。那普攻就打不痛啊，普攻就打1000而已。而且我以为他会开枪欸，结果他还是冲过去打敌人，怎么那么奇怪？有点没血，没血就补一下血。我的那个什么特效药什么只是20000多，我今天花了快10000吧。那做装备，刷装备，这个会攻击我们，有的会攻击我们。我现在知道他那个倒计时有一个的的的，是有音乐的。啊！啊！私、ご迷惑になってないですよね。あれよ、あの魔石に間違いない。好，找到了拥有魔石的黑魔法师，是这个吗？
没有，这是宝箱而已。嘣嘣 ，OK， 两下就死了。那我们才一千多而已啊！我这个炸下去两万多哎、欸。我这个这只比较弱啊，这只打不到两千。真的比较弱。違う。敵に与えられた。でも分かったんだ。好，他要爆发了。ラテル、やめろ。いや、僕この力を。ラテル受け取りました。原来是实验体吗？哇，抓狂啊抓狂啊，头发都飞起来了。好，泰瑞斯终于爆发啦，拉德尔把力量交给了他。OK， 要跑，感觉要 BOSS 战了，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。哦，我们就斯巴拉西跳快一点 ，OK， 决战有没有？好，决战，进行决战，嘣嘣嘣！好，我们赢了。这边有一个一万多的，但他站最前排，直接秒掉。哦，这边还有一只没死的。沼泽祝福，好 ，OK。僕たちの勝利だ。僕たちは勝利だ。丰富的衣橱完成。安博，怎么又有一个安博啊？原神安博。我们家那个小朋友每天拿我的 PS5 拿去玩原神，原神，但他都不会玩啊，他在用安博。还在新手地图。ラテル、ダメ。何？もうあの子のからこの状態でさらにテラ、ラテル。ダメ。要把他压制下来。哇嘞！这只我有啊，我有这只的那个服装，他会上护盾，帮自己上护盾。ラテル、ラテル、アンバーのテラを。わからない。俺は素晴らしい。素晴らしい。断言しますが、我々の遠く。ユティダメ。今の私たちで。其结果。死ね。死ね。结果无效。しかし。大ボス退场。所以那个安博被带走了，是不是？力量被我们吸收，然后被带走，看起来是这样啊。因为我也是跳着跳着看啊。好，冲啊冲啊冲啊！无法使用冲刺，冲啊冲啊冲啊！要收尾了，应该要收尾了。跳跳跳跳跳！黒魔術師はそれを聞いた。ですがラテル、いいわ。ラッシェロ、さっきテレーゼ姉さんから大事な話を聞いたの。有没有泰瑞斯也要加入我们了？每次都这样啊，就是新的卡带又有新的角色加入我们。それで決めたんです。彼らが二度と宿にいる子だがアナスタシ。はい。罗德布村。好，下一个小镇，罗代夫镇。泰瑞斯一行人要带罗代夫镇去。OK。好，完成了有没有？愤怒的天使完成啦。时间玩比较久啊，今天就
赶快玩一下主线。哎，这不是一开始那个我们主角被引诱到这里的地方吗？跳过对话、啊。怎么又回到之前的故事啊？可能是我之前的卡带吧。哦，结束了啦，要自己去移动。就是我回到之前的卡带啊，我现在是这个卡带。那他有给我们伙伴吗？我现在没看到哎、欸。哦，没看到的话，就要自己去招募了吧？我就要自己去招募。然后，我们的这个应该有新的吧？这个啊，哦，我就说有新的吧。刚刚的动画，因为每个故事都会有一个动画可以看，故事演出。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啦！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